根据队长商议，本轮率战触发的是两轮 2v2 routine battle， 队长至少参与其中一轮。对决过程中，街道内其他成员可以做配合。两轮结束，裁判判罚。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一轮的音乐 Alone。每年逃不过这个，对，逃不过这个歌。好，我们再听第二轮对战的音乐。好炸啊！这个他们被直接摆走了，我感觉。哇！哎！哇！救命啊！OK。他好想 battle。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准备时间。因为这一次的音乐不只是一个 style， 所以我就需要一个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的人。如果他掉了你就 OK， 掉了没你就踩 OK、没问题。如果没有就假装掉了 OK OK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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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我跟他排练，我觉得就是比较好玩一点，就是因为我整个状态就完全是排练，就是一个 battle 那种。对，然后但是他就是很哎，然后他就是很爱玩。他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奇妙的，这个感觉就是我从来也没有过的这种感觉。第一轮我想跟 MT Pop 一起跳，是因为想感受一下他奇思妙想跟他独特的风格。Whole time, like, cool. When I practice with him, like, I feel like he's really good leader because he not like, okay, you need to do like that, you need to do that, but he always like ask first and then wanna listen the teammate. With them. When like choice me, choice the team like 3-3 battle, I lost 1 point, but this time we will like get the point again.好的，大家久等了，接下来马上开始就是我们这一轮的率战。我们将会两轮一起进行，只转一次瓶子来决定我们本轮的出场顺序。Let's go! DJ ready, let's go!谢谢刘星华队长。那么接下来张艺兴队长 ，AP8 OK， DJ。
Technically it was high, and also it's not only them, it's like also all the team behind, they find a way to put their choreos like more shine. Then for me it was really a good thing. Then I think that moment they get a good idea, and it was really good to see, and they put the technique inside. For me it was really what the most better. 这一次让我吓到的是他们一起编的那个舞，就需要很多跟其他的队员一起配合的那些动作啊，比如说什么手的动作，都他们都卡得很仔细，嗯，而且一心他的动作很干净，速度也快，那个感觉也非常好。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就好了，啊。Good,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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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紧接着准备开始我们的第二轮，第二轮队长可以任意选择出战。这一轮希望给我们队伍里面只有的一个的这个 Crumper 一些表现的机会啊，余命他也是外国人嘛，也希望他能够感受一下这个氛围。然后 Gumbo 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舞者，跳 Breaking 啊，跳一些 Choreo 的东西他都跳得比较棒嘛，然后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应该会擦出一些火花。所以新队长啊，其实我压力挺大的啊，然后我也知道我们 team压力都很大，大家都很辛苦，所以这次我想要就是多参与，多帮忙大家。OK, alone. Let's go! 加油 ！OK. 那么接下来到开心队长这边，阿龙 ，Let's go。Judges, 谁将获得这一分 ？Three, two,
哇！好的，恭喜张艺兴队长拿到这一分，同样恭喜张艺兴队长3-1获得这一场 battle 的胜利。那同时呢，获得我们2条额外的毛巾奖励。Prompt 本来这个舞种的舞风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很有压迫感，再加上明明上来了以后就直接对着宪华队长就直线走过去，站在面前就这种状态这种气势，我觉得作为新队长的话可能稍微上来会有一点点小光吧。嗯，其实我这个也是一个秘密，我有点害怕，但是我有尽量的没有表现出来啊，因为是 battle 要强讲的，要强讲的。我第一次有这种经验，跟专业舞者大神来打，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也很好玩。可以说几句吗？首先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街舞，然后也是我人生第一次 battle， 从来没 battle 过。Oh.所以其实真的很开心可以有这种机会，而且也是跟很久很久的兄弟哥然后也有新的朋友，这个机会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然后很荣幸，然后也能就这样子见到大家，我也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就想表达一下，我真的今天很开心。Thank you.And I think through dance, we can all really, really work towards battling for peace. Yeah! Yeah. Thank you. Henry 就是一大哥哥嘛。以前在练习生的时候我也遇到过他嘛，他是我的前辈，那个时候看他 pop 特别大，我觉得哇哦好厉害。就是跳得很开心，真的。对，就好像是在 enjoying the music。没有说一定是在一个 battle 的环境下面，大家都在感受这个音乐在玩，我觉得蛮好的。我跟艺兴就跟根哥一样，就从来没想到会有在一个 battle 上的时候可以见到他。我跟他一起练习的时候跟现在是完全的不一样的艺兴，他现在的舞蹈可以他一直不停的练，不停的练，不停的找学新的舞种，然后现在呢就跳得太棒了，就是很期待下一次的 battle。本节目由生日味的勇闯天涯 Supex 独家冠名播出，勇闯天涯 Supex， 够胆够 battle。 本节目由超多潮品的天猫联合赞助播出，潮流新品尽在天猫，黄桃梨麦小蛮腰，国力国力超有料。本节目由料事才真的纯真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 vivo S10 系列特约赞助播出，买手机上天猫 vivo 旗舰店。本节目由提神快嚼口味王的口味王槟榔赞助播出，提神飞快秒回状态，感谢美味持久可以嚼很久很久很久的血脉无糖口香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街舞配五谷实力来炸场的来一份嗨之五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为亚洲肌肤定制的专业彩妆品牌植村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持久燃不停续航百公里品质保6年的绿源液冷电动车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敢舞敢 battle 的百多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全新一代奇骏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全面强大这就是 SUV。感谢服装赞助商 Chapping、上阵 by Kumi、SDC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片选买，合作愉快。一声麦根本停不下来，比柔韧度那你可就输了，跟他比吧，来一份嗨吃五谷，都五谷了还比什么，我认输，来一份嗨吃五谷，街舞配五谷，实力来炸场。哇，这电动车好酷啊，绿源液冷电动车能跑100公里，质保6年，太棒了，让我试试吧。
好，接下来是下半场的第二轮 battle， 由王一博战队对战韩庚战队。好的，那么紧接着开始的就是我们第一轮 two on two 的 routine battle。韩庚队长，你要派出的选手是，萧琪、陈子浩、别挂。好的，那么王一博队长，你要派出的是，黑脸 Bush。我觉得他们出二 v 二的话，会出萧杰或者是沈子浩他们两个去配。如果说我们拿 HB 去打他俩的话，是肯定稳赢的嘛。这两个人有点厉害，他也是拉 king 的，这两个都有点拉 king， 穿的也不像啊，人家跟 Coco 一个级别的。哇！比赛之前，我们还是双方派代表说一下对战宣言。KTM Bosch 老朋友了。在14年前，我们到日本，我和他battle 过，然后输掉了啊。今天很有幸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又和他们进行一次 battle。当然，希望可以赢哈、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赢不了，那以后只有我的儿子，那继续跟他们的儿子们比拼。谢谢。当时萧杰说完这一次不管输赢，如果赢不了就是他儿子来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中国舞者的一个精神崛起，也是萧杰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开玩笑。Hello， we are Hirutian the boss from Japan。 小伙子，一回過去戦ったことあるんだけど、だから言ったら結構同年代でこうね、ずっとあのやってきてるから一緒にね頑張ってるから、なんかまたなんか懐かしい感じっていうか、ちょっとねバトルの感じ。好，我们先来上掉我的毛巾和项链。加油 ！Let's go！ 加油！加油！终于到了我老师 Hattie Bosch 他们上场 battle 了。特别期待，因为太多年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 two on two 的 battle， 所以这场也是兄弟之间和师徒之间的这么一场 battle。你晓得他们现在跳怎么样？看好吗？肯定想跳怎么样，因为肯定要赢噻。好久没看到他们跳。哦，不一定，他们要有 routine。HB 他们的自身优势是舞蹈的编排的默契程度都是10年以上的，相对来说我很担心萧杰在这个上 routine 上面。看到 HB 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的燃，然后所以说我俩就一直在下面热身嘛，就为了迎接这场战斗。对，再隔14年再对到他们，我想的就是缘分，我在想是不是老天给了我个机会要赢他们了，而且如果能带徒弟把他们赢回来，你想一下，对吧？大夫，给个地儿。怎么样吧？这场，这我得喊呀。好的，现在我来决定一下双方的三轮出场顺序。加油！好，萧杰子浩先出。Let's go。第一轮 ，DJ Alone drop the beat。
5, 4, 3, 2, 1, 2. Tilt your boots.感觉就是个影分身啊。 Judges 3 2 1。 好的，恭喜 HB 再进一分，同样2-0获得这场胜利，恭喜王一博队长。别人柔听是真上柔听的，而且是第一口。肖杰老师和沈子浩也都是属于就是招比较厉害的， Healthy Bush 呢他们是属于feeling 音乐，然后整齐性 timing 特别厉害的。Hilti and Bosch, as they have this connection where they've been moving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o they have chemistry. Yes. So dancing in like a 2-on-2 to them is not so strenuous because they have this chemistry for it, and they have fun with it now.他们赢了，我感觉就是应该赢啊。其实这个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起步比别人晚太多了，别人2005年就已经是世界冠军了，我们那会儿2005年我还不知道 Locking 是什么，特别是观众很多不了解，甚至全世界现在就是我们这一帮舞者嘛，那会儿跳 Locking 的时候都不是看的 Go Go Butter， Go Butter 是后面
跳 Lucky 为什么选择跳 Lucky， 是因为2005年黑 T Bush 的一个秀。那场秀一完他们就爆了，就大火。我也是在网吧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哇，我一定要跳 Lucky， 太帅了。然后接触了一段时间呢，也没想到我能去到日本，一去就是进了四强。那会儿我还没人教我，我自学成才的。这14年前给他们跳的时候，就是一点错都不能出，注意力高度集中，而且是别人的主场，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掌声的。虽然输了嘛，我也是从那一次开始进步的。哎，从日本回来了以后，我就开始拿冠军了。所以说好像必须要对一次他们他才会进步，这次那个子浩对了他们也会有这种感觉的。他如果能记到他对黑 T 布希的这种感觉，如果以后换其他的选手对他的话，他就会发挥得更加好，对他未来舞蹈的进步会上很大一层。跟我师父能够在一个舞台上战斗，这就已经圆了我内心的一个小梦想。然后更何况我们的对手又是我从小看他们视频长大的 HB， 就等于说把我跳 Lucky 内心的小梦想都给满足了，我觉得真的是太奇妙了。自分たちらしさというか気持ちよく行けたね。踊れましたね、めっちゃなんかバトルだけど向こうもリスペクトしてくれてるから、そうだね。なんか自然とこうなんか自分らもこう確かに確かにね。気持ちよく踊れた感じかな。好，接下来进入到就是我们的五位五限时作品战，请公布你们的双方出战人员。王一博队长 ，Brandon， 加油 ，Brandon， Let's go， Let's go， Panda， 梅子，梅子，梅子 ，Green， 哎，阮宁之，韩国队长，某某，某某。Eleven, all two, Cody, Nikki,十一你不用说，那我太熟悉了，有他我还挺放心的。哎，十一，十一，哎，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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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儿呢，啊妈，你花了的。反正那个现在要抽音乐，你去帮他们把那音乐抽了。每次他在的时候就特别踏实，不管是编舞啊还是一些很多一些团队的这种凝聚力啊，他都在。这样吧，第二组编舞师十一吧，好不好？ OK 吗？没有，哥，我有想法。你说，我觉得像他们几个女孩子的风格，感觉可以做一些比较怪异，像苏、像某某，他们就比较那个，他们比东西比较怪，我比较推荐某某。某某，OK。毕竟有国际友人嘛，我也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展示的机会，能够让他们发光发热。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来做这个编排的话，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以往可能看不到的东西的。那某某就是负责王一博那边战队的。啊、那边的编舞师是。第二首呢是 Brandon， 是更适合第二首，他们很有力量。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觉得 Brandon 跳舞还是比较有力量的，而且他的编舞也是比较偏力量跟 swag 一方面的，所以说我就让他去编了。好，请把毛巾上交，谢谢。When I heard it, we're gonna do battle with the Brandon. I know their style. Brandon has a really good freestyle and his choreography is really good. But it wasn't any like nervous. I was really kind of excited. I'm very confident that this performance will be very good.I was like, okay, I'm ready.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Okay, DJ.
好的 ，Judges, three, two, one。恭喜航程队长获得这场胜利，我们现在一比一平。哎，恭喜恭喜，加油，好不？再见，再见。就是这五个人，很多是不同语言，包括每一个人的五种风格配在一块儿，能跳出这样一个作品，其实对他们来说挑战挺大的。但没想到编出来之后，有不同的舞者在里边编出来的还是那么精彩，尤其是扇子那个，哇塞！莫莫他很有想法，我觉得他的编舞技能和编舞的一些经验哇，不一般。太帅了！对，就挺燃挺炸的。五个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然后交流啊，然后文化差异啊都有。那么短时间内拍的作品，然后也挺有默契度的，这是挺好的。嗯，接下来韩庚队长请公布三对三的出战人员名单。Newson，加油，加油！王一博队长，阿奇先生。这个我得看，这个我得看，这个我得看。问问庚哥，你有事放在哪儿？庚哥，我突然想了个事儿。啥？悄悄说。一博和一星。一博一星。没事儿，聊一聊。啊，对啊，咱俩对战啊。对啊，哥，你把你有事放到哪儿？你是希望我放你这儿？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你想干嘛？我看看我阵容。你想干嘛？你直接说。因为我以为你会出尼奥斯，我就把那个阿基桑放在对你这儿了。那如果你要这么想，那我就这么放吧。哦，知道了，知道了，直接说不就行了吗？直接说不就行了吗？放心。这两个人都已经是 Popping 里面元老级天花板的人物了，如果能对上的话就太精彩了。没问题，安排。阿奇桑和尼尔森，一个是国际高手晚辈，一个是国际高手的前辈，在我们中国的舞台上面对抗，这个看点是非常大的。我觉得真的是像在世纪之战，还有哪个机会能有这样的一个舞台，两个人在一起去 battle 去跳舞，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韩庚队长 ，Zico，Zico，
亮亮，亮亮，亮光，陈建言，建言，巴黎四。I already knew this was gonna be a crazy battle. 大神们之间的对抗，听到名字已经能感受到火药味道了。阿基桑是亚洲的 top， 就是 top 中的 top， animation 第一人。哇，那么多年的质感，那个基本功累积在那里，一个 pop 就是质感就完全不一样。阿基桑的 pop 它可以一拍震两下，这个是他的风格，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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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这样跳的，就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跳的。然后尼尔森就不说了，大魔王，我说。我觉得在法国那么多技术流选手的情况下，也没有几个人能跟尼尔森叫下板吧。Zico 黑马中的之一，很多人在跳一些手的东西，其实都是从 Zico 来的，是他原创的东西。亮哥在我这就是中国跳黑马最厉害，没有之一。所以说这场一定是很好看的，都不用想。来决定一下本轮的出场顺序。阿基桑，皆さん、元気ですか？僕は今年で47歳になります。Yeah, I'm 47 years old now. Okay, but Tony さん is more. He's still dancing. I'm young. Okay, let's do it. Yeah. 热血，好热血。他故意故意的，好可爱，好可爱。ちょっと恥ずかしいです。啊，这边六分。Hi, Aki san. Thank you. I know you like a sensei for us, but. Oh. But it's time to battle today. So just good luck.And we're gonna kill it now. And we're gonna kill it now. Get it. Kill it, kill it, kill it. Go! Aki versus Nelson. Ready?ネルソンとは1回3年ぐらい前にバトルしたことがあって、その時は僕が勝ちました。はい。I was many times in Japan and I battled a lot of Japanese dancers and I think he's the only one that I lost. I'm a competitor. So I was like, okay, today is my turn. 充满了杀气的感觉。目の前にこうネルソンが立ってるとやっぱりすごい強い気っていうかオーラがあってできるだけぶつかりたいですだからそれがたまたま今回はネルソンだったんでもう一回当たれてすごく嬉しかったですはい運命運命感じました OK 有点亢奮了OK, DJ alone. Let's go. Go, You enter the dark. Pop in song. I'm in the all black jacket, sitting out here from the airport. It's no problem. It's getting dark outside, and I'm sitting here resting in my ride. I know. I'm missing up my shoes. I'll be thinking about the things I gotta do. For sure. And as I walk into this house, I don't even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But fuck it, I'ma go.You can run if you want, you can hang with the cops outside
This battle was epic. We call this really legend battling because there are two living legends. Non, ce battle, j'ai trop crié. Ah, on fire. Let's go! Yo, that was like crazy. Like, who expects like, you can see Nelson versus Aki-san? It's like, what kind of the world right now? I mean, fan of him, but like, dancers, like, battle with Aki-san is like, oh, like, they got next level. Like, they inspire, they respect, they sharing, like, the energy was crazy. Like, this right now is like the top of the world, you know? Amazing. Ah! Round two! Let's go! Yeah!
是我知道就是 Zico 啊跟 Nielsen 啊很强，但是没想到这么强，就是看的已经炸掉了，看了巴里斯觉得哦已经够炸了，但没想到啊、哦、看傻了已经。Judges three two one， 海伦队长这边积两分，哇、哦，太血腥了。This battle was way too crazy. If I have to choose, that was, I think, my favorite battle of the night, you know? Even me against Boo Boo wasn't that strong. 就是巴里斯我一直觉得他是跳起舞的，但是这次 battle 我感觉他是 freestyle 太厉害了。他们俩是快与慢的视觉盛宴。太凶了，这两个人。升天舞者，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升天舞者 Zico， 他那个身体直接升起来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很想跟 Zico battle。我给他已经说了，我说了感谢你，跟你非常开心 battle， 但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爱你哦。海伦队长这边积两分 ，round three， 亮亮 ，go let's go。亮亮，哎呀妈，对不起，我不应该喊他。中国 hip hop 的顶点，就毋庸置疑。但凡懂跳舞的人都会喜欢看亮亮跳舞。哎，亮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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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吓人了啊！阿杰刚上去的时候，我要哭了，我要哭了，真的我要哭了，这个正确舞，真的真的要哭了。Judges, three, two, one.韩庚队长这边先击到三分，队长非常精彩，不要同样把掌声送给我们两组选手，谢谢。Yeah, I'm tired. Sorry, guys. Good. 就是如果你看了这场比赛了之后，你就不需要再看任何一场 Popping 的比赛了。就对于我们来讲，这场 battle 已经封顶了，是没有办法就是去衡量输和赢的了。对，这个就是。加油！爱してるよ。我说阿 K 今天把我吓着了，是真的吓着，又吓着又感动。他47了能那么跳舞，那种震撼是来自于他跳了这么长时间的舞，还能够这样去诠释 old school 的 popping， 这是非常厉害。那个状态会给我打血，就是他的那种舞蹈级别的魅力，让你忘掉他是一个47岁的人，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年轻的战士。真的太棒了，47岁能跳这样子，那很厉害了。哇、wow, ，阿 K 桑，他对我来说是一个 legend， 算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因为我从小就看着他的视频学习怎么 pop， 哪一个角度是一个好看的角度，他真的是我的一个偶像。如果我可以那个年龄，可以那样子，还是那么爱我在做的事情。也可以一直坚持下去那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I wanted to thank you. Thank you, Aki-san. I was watching you when I was a kid, so battling you is always an honor. So thank you, Sensei. Thank you so much. I'm always watching him as like a, with a kid eyes. For me,It's like I'm watching a video. I will be like, every moves, every stuff that he's gonna do is like, I eat it, you know? I eat it like a motivation for me to like, just answer back like the best way I can. It was really, really, really crazy. And I think his both rounds were like, from another level. It's beautiful to me. I kind of raised Nelson in Europe, and I kind of raised Aki in Japan, all of my family. He grew, and he stuck with it, you know? So I really respect Aki. He never stopped. 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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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i!还相信不了他来到这里，真的。帅帅帅，太帅了！
对于47岁的阿克森来讲，他年轻的时候他不会认输，他现在仍然不会认输，他以后也不会。他跳舞的那个状态给了现场所有跳舞人非常强大的能量。我这场我也许会输，但是你看完我这场跳舞，你们会赢。あ、すいませ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Thank you so much. シェシェ、メッシー、ボク。さっきも言ったんですけど、まあ、47歳ですけど、トニーさん僕より20個ぐらい上なんで、まあ、今日はネルソンに負けたけど、死ぬまでが勝負やと思ってるから、今日は負けといたる。He proved that today, that it isn't about trying to win every day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right? It's about what is the dance doing for you every day. And he is still getting everything from this culture. And it's just beautiful to see. It's inspiring for me too. You know, I'm younger than him. You know, it's crazy for me to be even judging him. You know, he's already years ahead of me. But the fact that he's still going, it makes me want to go and train and be better too. I think as a dancer, we all want to be like him when we're going to be older.To still represent our city, country, generation, culture. When we look at him, we are all proud. Even me, I was feeling emotional about that. やっぱ今回僕がここに来た目的はみんなと元気とか勇気やったり気持ちをみんなでシェアすることが一番の目的だったんで僕の中で一番大事なのはそれよりも国とかもう人種とか全てを超えて同じこのダンスっていうものでこの魂と魂のぶつかり合いを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一番重要です。我刚刚有跟其他人在讲，其实我现在 还相信不了阿基桑真的有来到这里，然后真的就 unbelievable， 真的太 respect 了，这样对。我觉得很感动，然后看到了一种热情，然后看到了阿基桑的对于舞蹈的热爱，值得每个人 respect。我感觉看到了一个世纪大战，就47岁，哇，还能跳成这样，然后我还快40了。我还不努力再跳一跳吗？Respect， 可以的。我一个人有对一件事情特别的热爱，原来是可以坚持这么久的，然后还能保持很好的一个心态，就感觉热爱一件事情，然后做到底，真的是会让人很感动。现在比分2-1，两位主帅准备对战。现在比分2-1，按照中国象棋的规则，韩庚队长现在将军即刻开启率战。如果韩庚队长本轮得胜，全盘皆赢，比赛直接结束。其他成员可以做配合，两轮结束之后，裁判判罚。开始之前，两位队长有什么要说的吗？从认识一博开始到现在大概有10年了吧，对，那时候才10几岁，但从来没有想过说真正在一个舞台上一起来去跳舞。我觉得今天还真的挺开心的，对，然后希望你能享受这个舞台，你开心就好。好吧。好的，我想快点开心。这句话很有综艺效果。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两位队长准备时间，请回到各自街道进行准备。走 ，Let's go。J'ai rencontré des danseurs excellents en Chine, je les respecte. Fais ce que tu crois, tu seras connu par tout le monde. La vogue n'est pas la seule solution, ni les frontières. Ciao, Liu Jiushi, Yao Ni Hoken.
潮流就像我们身边最会讲故事的朋友，每个人的潮流故事各有不同。在我看来，潮流不是明星同款，而是多一种选择。潮流就是要你好看。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两位队长准备时间，请回答各自接到进行准备。走走走 ，Let's go。啊 ，OK。因为一博确实太爱跳舞了，我太了解他了。私下呢，一博也跟我说想去跟这几个大神一起去在舞台上跳舞啊，去交流啊。对，我觉得这样没问题，安排。来吧，排吧。好，好，来吧。庚哥问过我。说要不要就只出战一个，我说说我想出战两个，因为来了很多很厉害的国内外的舞者，然后还是以学习为目的吧。哦哦And shoulder, shoulder, face. Face, look, look, za-za. When... Boom. Boom 的时候出来。Boom 的时候 ,boom 的时候。好不要 slow, 对。Boom, 然后开始 slow. 然后 slow 的时候出来。过来在这儿。走，嘟嘟嘟嘟。我觉得他学动作超级快啊，我这边排完了一个他就马上再学，如果有更多时间我感觉他还能再学第四个第五个。不对，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嘛，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你说呀。すっごい練習熱心で、日本でも僕何度かテレビの番組とかでアイドルの人たちと共演すること何度か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あんなに熱心に練習する人は初めて見ました。だからすごい尊敬してます。He's a nice dancer. I think、they did a really great job. I was like pretty amazed. Your mind has to be ready. If you're not, you can easily lose the winner mindset, you know? So I was born ready, and I think I was dancing with guys who are ready too.就是他们法国的 dancer 他们都很有风格，包括我跟黄潇啊在上面聊，哇还能这样玩。Yeah, I mean everyone actually. Like, no, no, this song maybe, Zico and Nils. Is Zico next song maybe mini, you know, like, she, who, she, pop. And Zico maybe, Maybe, I think so. Fargo style. Sure, sure. It's okay. It's okay. 加油 Let's go! Let's go, y'all! 来了来了来了！好，
好，我们两轮也依然是连续进行，所以只转一次瓶子决定我们本轮的出场顺序。让我们看一下这一轮谁将先出场。哎，哦，Let's go. Come on. OK, alone.好的，接下来到我们韩工队长。谢谢。今天太可以了，完全状态满满的过来，再加上尼尔森和 Zico 的配合，哇！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确实太强了，但是我觉得也不用怕吧，就是玩吧，就是也很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哎，郭队长，你准备好了吗？好。OK，DJ drop the beat。接下来到韩庚队长，看这边能不能炸呀 ！Let's go！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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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Alone， 画面慢慢。Oh!
装滑梯。好的，两轮过后究竟是变成3-1韩庚队长获胜，还是2-2王一博队长这边打平的 ？Judges， 3-2， 哇，这个真的 1。恭喜韩庚队长3-1获得额外的2条毛巾。确实太强了，这次步步带过来的法国的那些人都很厉害，尼昂森，对，还有杰克。编排的创意啊，默契都挺好的，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跟他同台竞技的话，是一个舞者很开心的一个事情。这一博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面对这样的大神，在舞台上他还是不畏惧，能感受到他还是在享受这个舞台。所以我一直都认为说，大家能来到这个节目里边，真的是一种享受，就每年有一次这样一个机会，一个聚会，大家来去碰撞一些新的东西，去交流街舞，我觉得这还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其实胜负都不重要，只要大家有爱，喜欢舞蹈，在一起交流学习，互相的探讨，我觉得这就是街舞的精神。好的，再一次感谢所有人的参与。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 battle 录制部分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来对了，这么近距离能看到那么棒的 dancer， 太棒了，而且也没想到可以有这种地方，全世界最棒最厉害的，而且 OG 也在，都在一个场地，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就像一个奇迹一样。能跟他们一块儿跳舞的时候，我觉得是种享受嘛。对，到最后你跳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忘我了，你就只能享受跟他们去合作，享受跟他们在听这种音乐这种感觉。而且这一次来了这么多的国外的选手，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然后交流啊，然后你会有更多的看到我们的中国的街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今天主题很好， Battle for Peace， 希望我自己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初心，还是朝着自己梦想去努力，哪怕会伤痕累累，但我也相信伤痕累累过后一定硕果累累。我真的感觉很幸运能够在现场观看并且参与到其中。每个人就是无论你是从哪一个国家来，无论你是多少岁，无论你是什么性别都好，大家都可以同一个地方享受自己喜欢的音乐跳舞Battle。 Maybe we different culture, but when we dance, we same culture and same language. Everyone can see like dance culture.How we dance and how we share to everyone. Yes.
I hope I can do more, you know, I hope I can battle more for peace and love. 本当にその今回は特別なタイミングだと思います。コロナがあって世界中でみんながコロナに対してすごい落ち込んだりしてる中で、こうやって世界中の人たちが中国に集まって、こういう素晴らしい場所で素晴らしいダンサーたちとみんな集まってこうでき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まず感謝。It's a battle for love, and that's what we do, you know? We take the energy and flip it on stage and do it in a loving manner. You take these attitudes and these personalities, and some are rough and some are hard and some are soft and some are nice or whatever. Everybody'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put them on the stage, we're dancing for the same reason. And so that's what it is to me. That's the love right there. When we do it together,For the same reason, that's love, yes. It's dying.乔山师傅、韩宇师傅、黄潇师傅、丁真师傅以及孩子们，谢谢。来，三二一。队长们看完孩子们的表演啊，有什么样的感觉？一星队长，我最近开了一个娱乐公司啊，就是培养孩子的。我觉得真的咱们未来国内很多很多的孩子们都可以受到这么多国内外好的这种老师的教育，我相信未来孩子们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好。也希望你们未来如果有这个从艺的想法的话，考虑一下染色体娱乐呢。哎，张艺兴队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石头老师在您现在的街道里嘛，对，他的孩子在这里面啊。石头哥是不是好久也没见女儿了？
其实他跳舞没有多久，两个月，现在还没有办法 battle， 只能是跳起舞，只希望大家给他一些鼓励，然后让他能坚持跳舞。对，那么小就跳那么好，真的太棒了。好像刚刚看到一个 head spin 在这里，刚有没有人做那个 head spin 啊？再来一个，来一个吧，哎，刚才太棒了，耶，好棒。这个小朋友他是杨凯的学生，然后杰哥这边这不是锁锁吗？这不是你儿子吗？杰哥是的，还可以啊。哦，好像好像一模一样啊。可以站在一起吗？但是太像了。哇，一模一样，他牙给我爆一点。我怎么摸也不能。那这边我们来问一下裁判们，看是什么样感觉，好不好？Honestly, one of my favorite parts about this show is that all the different generations get to come together and inspire each other. This year, more than any other year, it's really clear you have legends, you have veterans, you have heroes, and you have the future all in the same place, inspiring all of us. So for me, that's like my favorite part about seeing all of you is that it inspires me to see what you guys are capable and honestly just seeing how this culture is growing. So that's the beauty of all of this for me. So thank you for that. I'm really happy to see that. Really happy to see some young people can still dancing, particularly the locking, because it's one dance we don't see a lot in some country or now. It's like more hip hop, but for me it's really good because the locking will not die with them.We will continue and we'll keep it. And for me, that's the future of this culture. Then they have to keep going and share it. Thank you. 你好。I'd like to say, to me, it's a very beautiful thing. This is one thing that I've been working all my life to see. May I ask, how old is the first B-boy? 六岁。Six.6 years old, and he has rhythm, technique, personality,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he had. And he's receiving all of that from all of us. And I just like to say thank you, everybody, and let's keep it up because this is our future. Thank you. 我想说他们就是我们中国的新生力量，我们中国街舞的未来。然后孩子们，你们要坚持这份热爱，继续开心快乐的成长，加油。我觉得他们这一路训练到的东西和体验到的东西，也正是我现在此时此刻也需要去体验的东西。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为他们做一个榜样，所以我也希望我能够享受接下来的这个训练营的过程。对，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今天这一次很多国外的大神都来到这里，他们虽然很小，但他们从现在就已经在看各位舞者的视频，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梦想就是来这儿表演给所有舞者看，也希望所有舞者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因为舞蹈是给了他们力量，你们给了他们力量，谢谢。孩子们上这个师傅我要跳舞了这个节目，其实他们所表达对街舞的热爱，其实让我们这些成人都非常感动。我觉得其实每个人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爱的态度不一样，可能他们热爱世界的方式就是街舞吧，就希望孩子们能够永远健康快乐的把舞跳下去，然后积极的勇敢的面对未来的生活。谢谢谢谢。
所以每到这届这个环节其实都很奇妙，台上站的是中国街舞的未来，然后我们台下坐的是中国街舞的现在，这两个时空好像就在这个中央广场我们突然平行集合了。所以感谢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聚到一起，这是街舞的力量，这是爱的力量，谢谢大家，谢谢，再次感谢，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演出，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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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次把掌声送给小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欢迎大家来到抢位赛的现场，拥有毛巾的舞者进入作品区，失去毛巾的选手进入挑战区。这一场只有49个晋级席位，有一半的人将被即刻淘汰。作品区的选手将根据抽签顺序依次展示作品。怎么抠啊这些？今天是看表现的一天，就像闪电一样，完美，享受，太厉害了！四票直接晋级，这咋考啊？不是不是咋考，就是一个一个都是四票过，四票全通过，四票全通过，那你对下面的人来说，就是压力也挺大的，一个一个毛巾就是又回到了上位去。获得两票或三票，将接受挑战区选手的 call out。有没有人不服？哦，哇，有人！哇，前进出击！太高了 ！DJ drop the beat。挑战者必须使用对手的音乐进行 freestyle。有点着急了。对，我就是想说，想赢的心大家都有，但是只不过要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思考一下的。这音乐太复杂了，扣不了。面对那么多大神，你还得跳他们的音乐，所以就是难上加难。自己的声音你怎么扣嘛？扣 out 我不怕，但是最怕的就是他那个赛事是跳别人的音乐，这个有点可怕。这个完全是耍赖。你这是同归于尽的音乐，有谁不服？我服了，我服了，我服了。我还是希望这边有更多的舞者能把握好机会。有没有人不服？有人敢出来吗？我觉得今年的这次赛制比前几年这一轮的话要难太多了。目前我们产生了46名晋级的舞者，还有三个空缺的席位。49个晋级名额一旦产生，比赛马上结束。三个名额，哎，咋来嘛？回家了再整嘛。而作品区选手除了零票会被淘汰以外，只获得一票，也会被直接淘汰。哇，接到海选嘛，今年其实不大一样，等于这次我们是精英赛嘛，大家通过抽盲盒的形式都抽到了很多中外舞者，有没有给你们印象最深的在你们这道里面大神？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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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嚼完说。我肯定是阿 K 酱，其实这个印象还真的。对对，我们应该都是就从小就看了他的视频，学习舞蹈，很多那些技巧都是他发明的。太厉害了，这真的很神奇。所以你最早接触的舞种就是阿 K 啊？一开始我们应该都是 Michael Jackson 的。
然后我们小时候也不是都会 B boy 吗？嗯，我是第一个学 breaking 的，可以的哦，很厉害。其实你说的那个阿 K 三应该是属于一博舞蹈房的吧？嗯，对啊，我知道。这个其实是我最近一直在看的一个舞者 popping 戏，好神奇！他因为他已经那么厉害了，然后他还是每天都会一直不停的练，而且他是直播练。我第一就 popping 戏就对，艺兴呢？啊，好，什么啊？对，你还跟他们一起跳了吗？Go Brother， 哇，他们两个那个 balance 太难模仿。嗯，除了 groove 以外，还有就是那个 balance， 就他那个 angle 啊，他抓的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就是他一抓到那就对了，就你到那儿就错了，就永远是到不了他那个 angle。嗯，没办法，他们好像是八岁就跟 Michael Jackson 在一块练舞的。哦，哦。哎，一博，你的舞蹈房里面你印象最深的是谁啊？黑莲不是吧？我小时候也学 locking， 看他们的视频，就是很震惊，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他们两个跳舞。针对这边呢，印象最深的，在练 popping 的时候就看了很多视频，就看到这个 news， 但没想到这一季他能跟其他选手来参加，我觉得还挺兴奋的。哇，真的好厉害。其他房间里面除了他以外有眼馋的吗？有啊，你有谁？那都给你。可以。如果说到国内选手的话，四位队长舞蹈房里面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谁呢？黄潇。太好了，这是许仙啊，白娘子啊，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吧？我说你这个作品稍微拿后面一点，你在这儿浪费了。一博那边印象最深的是小龙。那个状态很好，跳了一个很摇滚的风格的。特别印象深刻是那是骚儿在我们房间那里表演的，那个也很近的去看这个，你可以看到很多他的细小细节。火锅吧，一起火锅吧。即刻来天猫勇闯天涯 Super X 旗舰店 get 王一博定制形象馆，参与活动赢取队长签名等大礼，还可以来勇闯天涯小程序参与更多活动，赢总决赛门票、街舞周边等限量好礼，快来一起 battle 吧！上微博参与向全世界安利街舞四话题讨论，支持喜爱的战队和舞者，快来向全世界安利你的 pick 吧！打开手机淘宝摇一摇，进入纯真旗舰店参与互动，抢决赛门票。天津的人全部都来了。我们有一场 battle 友谊赛。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抢旗 battle。好，停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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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我要跳舞啦！三。二一。
不赛。和舞者加油，打开微信搜索这就是街舞，看更多精彩内容，上 QQ 浏览器搜索这就是街舞，获取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打开电视用酷喵看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大屏真相更好看，下载 SOHO APP 进入年轻人的社交元宇宙，百度搜索这就是街舞看更多内容，手机没电找街电，精彩 idol 全在线，年轻人都爱用的讯飞输入法，更智能更炫酷，网易云音乐星辰级音乐星辰因你闪耀，康佳抖屏看街舞四，大屏更精彩。I see。